像王菲啊、那英啊、刘嘉玲他们啊，一个月都能花多少钱呢？那英。那英每月花费21万，作为内地歌坛的大姐大，奢侈品是那英的最爱。此外，各种名贵手袋，那姐也是不会错过。豪华座驾，房产无数，个个市值千万以上，更斥资3000万买下某房产和王菲做邻居。21万似乎只是九牛一毛，但相比起好姐妹王菲，只能自叹不如啊。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。王菲每个月开销是多少呢？将近60万。自从王菲2005年1月在广州举行演唱会后便封麦，过了3年多养尊处优的家庭生活，她做了全职主妇，但过着淡出前的高消费生活，换季买衣服动辄6位数字，平时购物或到各地旅游休养，时常返港扫货，几十万元流水般出账。刘嘉玲。刘嘉玲每月花费超过30万，非名牌不穿的她，每件衣服都是从10万元起价。而刘嘉玲拍电视剧，只要是演戏用的衣服，全由她自己一手包办。她曾创下自掏腰包买100多套服装的辉煌记录，绝对让制片人眉开眼笑。不过，并不是每个艺人。